主战型坦克。它在车体上比起以往的二代主战坦克相比呢，大了很多，为容纳125毫米的炮弹，大功率的发动机，还有先进的火控系统提供了先决条件。从车身设计到动力系统、对抗系统、射控系统，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顶尖行列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我明白。但你说这个坦克它是世界顶尖水平，言过其实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叫高岩，我是个资深军迷。你在各大军网的论坛上搜索我的名字，就会看到我的很多文章，相信啊，会对你很受用。这种类型的坦克，它具有700毫米的炮塔，125毫米的穿甲弹，850毫米的穿身，从进攻到防御，可以跟世界任何的主战型坦克相比，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它的电子火控系统可以将15公里之内所有的武装直升机跟对方坦克的观瞄系统烧毁。那它的可靠性怎么样？要知道，二战时候著名的 KV-1 坦克性能无可匹敌。但这也阻止不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因为机械故障而瘫痪。我们国家从最早的依赖进口，到后来的反摧毁仿制，再到今天的自主研发，实际上还是走了一套苏式的老路。苏式坦克的弊端没有解决掉，根本没有办法和欧美国家的坦克相提并论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们这个炮管的使用寿命是多久？只有8秒钟。8秒钟，太短了吧。而一枚炮弹从这个炮管打出去的时间只需要0.02秒。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炮管的使用寿命范围之内足以射出去400枚炮弹。按照2枚炮弹击穿一辆坦克来计算的话，150辆这样的坦克足以称霸世界大陆。叫我说呀，你这叫纸上谈兵，真正打起仗来，那是全方位多兵种的联合作战，片面的强调坦克这一种兵器没有任何意义。请问你有上去过吗？有按下过它的火控激发按钮吗？有听过炮弹打出去的那种震撼吗？我相信那种震撼是你在家里敲一辈子键盘都感受不到的。网络喷子我们也见多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是。喷子的内心呢，都是自卑的，用一种自嘲的态度来唱衰我们国家的国防科技，目的呢，就是表现自己的高高在上和与众不同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加入我们，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强大，感受一下作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跟骄傲。再送你一句，有这些你看不上的主战坦克停在这里，你安安心心的在家里敲键盘，接着喷，一定安全。来，这边请。眉毛还是那么有喜感，上下动。谢谢你，张能亮。今天本来是我们同学之间久违碰面的小聚会，我让小萌必须拉你过来。你今天的这番话让我很受用，谢谢你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喝饮料吧，部队不让喝酒啊。怕什么？这又不是在你们的食堂，谁能看得见你？我回去一身酒气，班长会发现的。怎么了呀？你刚才的那股子霸气全都没了呀？没有，你们同学聚会嘛，我怕说错话扫你们的兴啊。哎呦，人家不喝就不喝啊，啰里吧嗦。那个，我们在一起站起来喝一个吧，来喝一个，来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说想进部队吗？考虑的怎么样？我们都愿意死了。今天看了这么多，听了这么多，待遇又好，但是我们又担心非现役人员是按技能分配，我们担心不能跟你分到一个部队怎么办？你这意思就是不跟我分一个部队，你们就不来了？这
不主要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吗？人生地不熟的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部队呢是一个只要你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地方，而且啊，部队是有奖有罚，分得很清楚，你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，而且战士们会看在眼里，首长们会放在心里，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家庭，特别特别好。只要你想减，当然可以减啦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不过有的人啊，你不在，他还真就不来了。你问问他。黄小萌。其实我今天来部队呢，还有一个目的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想追回曾经错过的那份爱。哦，高爷，你可真直白。妈妈，我答应我们班长要晚饭前回去，那我先走了。张能量，有什么话就放在桌面上，你自己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？没有，他跟我说他们班长让他晚饭之前回去，咱们要不让他先走吧？先走吧，行，没事。那走之前，我有句话想问清楚，你和小萌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战友关系？不可能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人互相有好感吧？高爷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新兵，部队规定新兵是不可以谈恋爱的。那惺惺相惜总可以了吧？再说了，你们也不可能总是新兵。不是，我没太听懂啊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优点，就是有自信。我要重新追求黄小萌，如果有人挡在我面前，我不怕。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打败他。啊，哥们儿，你说话一直都是这么霸气的吗？没错，其实我刚才一直就想问你，你说你一个当兵的能给小萌什么呀？啊，就算你们都升成了士官，那还能怎么样？我这几年在社会上打拼，大话不敢讲，我在社交界绝对是小有名气，我随便写个东西，那给我的就是丰厚的报酬。这些你们这些当兵的，怕是永远理解不了的。高爷，高爷，你这话就说得过分了。当兵的怎么了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理解不了。但是呢，我也看清楚一个现实。那就是你对部队根本没感情，你只不过是想把部队当成你一个完成私欲的地方，是吧？对不住了啊。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没有资格进入部队，所以你今天在部队经历的一切也没有资格带走。以后不要让我在部队见到你，要不然我把你一脚踹出去。我觉得啊，高岩以后可能不理我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他这人一般。哎，你今天还挺帅。逗我呢吧？我觉得你变成熟了，跟你新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不可能，外界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我。你改没改变啊？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，只有我们才能感觉得到。哎，对啊，我以前从来没觉得，我今天看了你的同学以后，突然发现咱们部队是一个特别讲究公平的地方。只要你军事素质够硬，啊，有红旗可以扛起来，有第一可以争得回来，那你就是兵王。不像有些人，成天在网上面喷自己国家的军事科技，啊，假装自己还高高在上、与众不同，
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博眼球，换了几个臭钱？这样的人还配谈成功啊？真是劈了口了。你这想法挺 nice 的。过几天就是新兵考核了，那你考核加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成功，你也加油。嗯。那马上要晚点名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嗯，去。嗯。左前方，关明，完成，炮塔急转，342，标尺，关明，完成，目标指示，右前方敌装甲车，歼灭，右前方敌装甲车，歼灭。司排长，我的成绩还不错吧？改为手动操作。正前方敌机枪歼灭，正前方敌机枪歼灭，司排长，我正式要通知你，一个未来的兵王即将从你手中诞生。其实我呢，比那些战士都要晚进作战训练营，但是呢，我今天来是监督你完成炮长资格考试的，你的光荣历史可以考试完对着树说。下车。快点，到你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没感觉啊，太轻松了，绝对优秀。下一个，大强东到。下车。哎，帽子，帽子。拉强东啊，拉强东，你要我怎么说你？其实如果比专业技能的话，我说实话，你跟我都不相上下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每次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，为什么？我承认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紧张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紧张了，一到比正格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。那后来司排长说没说？我后来是不是好多了？司排长人搁后面也是一直鼓励我，你不能指望着别人一直鼓励你啊。张能亮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不就想说你比我强吗？你不就是自带光环吗？我承认你心理素质好，你聪明，但这也不是你骄傲和目中无人的资本。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说这些是为你好。开会，考核总结，抓紧，动得拖拖拉拉的啊！我们今天进行了车驾炮三个专业的新兵考核啊。哦，我得夸夸你，张能亮，你说他比你们进入这个作战部队的时间应该晚三个月，但他考的成绩。不比你们差，考得不错，甚至还超过啊你们当中的很多人。嗯，那就你说说吧。啊，好，那我就说说啊。我觉得呢，我们班现在呢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心态不好。今天考试，那拉强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是吧？因为心态不好，结果本身应该发挥出来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来。车长考试我是没看到了。但是看你们每个人的表情，我能判断出来，啊，小汪应该考得不错，梁山，嗯，肯定啊，
关键时刻又紧张了，脑子一热，把班长交给你的东西全部又还给班长了，没错吧？娘娘，你现在这个说话的态度啊，搞得跟个班副一样的啊。成绩好了，飘飘然了。不是，这不是在开班务会吗？是吧？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觉得，在部队里边，在军营里头，就是看谁的军事素质过硬。我们应该拿成绩来说话，谁成绩好就应该服谁。这难道不对吗？虽然我这个人吧，平时看起来好像吊儿郎当的、嘻嘻哈哈的，但是我在关键时刻我绝对不掉链子。为什么？我自以为啊，就是我的心态好，我的心理素质过硬，没毛病吧？你听你们这对话都跟小姑娘似的，这还，成绩好的也别飘飘然，成绩差一点的也别心灰意冷啊。其实啊，我说句实话，咱们这次啊，咱们班这个总体的成绩考得不错，而且在这个部队里面，咱们班能排上前三名。但我认为还能更好，成绩应该会更高，啊，心态很重要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找你一圈了，什么事儿？挺快啊。我就知道。怎么样，我们班有人没过吗？全体通过。你的成绩是炮长专业第一，这很正常。你不问我啊？那你呢？我是驾驶员专业第一。咱俩专业不一样就没法比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等我什么时候呢像班长一样也是三证合一的时候，我跟你比比驾驶，你信吗？你还是比不过我。张腾亮，知道你成绩好啊，但是我多说一句啊，你在班里啊得注意点人际关系。你是在说辣强东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拿他当朋友，所以我才跟他说那么多。我是在给他指出他的问题所在。你觉得是面子比较重要还是成绩比较重要？他要是那么玻璃心，别当兵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军事素质确实是衡量一个士兵的重要因素，但咱得戒骄戒躁啊，团结才有意义。你不能因为你的成绩比拉强东好你就炫耀，让大家怎么想？我们是装甲兵，一辆坦克三个人，若三个人都不团结，那仗怎么打？有点道理。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那以后就别这样了。还有，下周我们实弹考核。我这次一定拿个满分，让那些老兵也看看。你们等着吧。下周是实弹打靶，对我们车架炮这三个专业可以说是一个全面考核，大家要注意。这次今天啊，咱们正式分车组，三个人一组。班长，这次分完车组是不是就固定下来了？对呀，那可不是得固定下来吗？部队现在实行的就是人车固定式作训模式。这次定下来，以后你们就是一个车的战友了啊，并肩作战。班长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，比如我是车长，您是炮长，于大雷是驾驶员，那如果我们三个人固定下来以后，就不会再变了啊？是这个意思呀，梁山，你想说什么？你不就是想跟班长一个车组吗？不是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就是比方说，那再说了，你要是能跟班长一个车组，那肯定是件幸福的事情。那无论对于个人还是这个集体，那都是有帮助的，是吧，大雷？
对啊，对，嗨嗨，班长，你看啊，那每一个班呢，应该都有一个实力最强、打头阵的拳头车，那肯定是你在那辆车，那辆车就是拳头车。那我觉得梁山的提议特别好，我觉得我梁山跟你这辆车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。不准拍马屁，别捧我啊！王小八，得，你这老低着头琢磨什么呀？你作为车长，哎，你比如说你跟奥国军，奥国军是驾驶员，你们俩一个车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啊，那当然好了。那还有个炮手呢？啊？你看张能亮是吧？拉强东。哎，我们选拉强东当炮手好不好？我没意见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就选拉强东。啊啊。哦，那我也同意啊，我挺满意的。那这不挺好吗？那个梁山，啊，你像你、大雷、张能亮，哎，你们仨一个车组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哎，不是班长，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就是您、我还有于大雷，我们三个固定下来就不变了。我什么时候说好了？刚才拿你们俩是打一个比方，加上我，啊，就说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人家也同意。哎，你们仨不是挺好吗？有什么意见？是班长，那个张能亮不可否认，作为炮长，那真的是非常出色。哎，非常好，梁山这样非常好。你看，既然是战友，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成就。你能看到他的优点，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在一起以后会配合的非常好。不是，很好。那个，但是啊，就是如果说我们三个人一个车组的话，那个车外通话我可能要全时段开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我直接给张能亮下命令可能没有力度，所以我们还是习惯你直接给我们下命令。你是车长，你给他下命令他不服从。车长是指挥全车的，为什么要全程都开着车外通话呢？啊，不是，我直接给你下命令你啊，不是，我是担心什么呢？那个你说，我是担心那个于大雷有意见。于大雷有意见，他就说了，他这哑巴呀，人家于大雷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，是不是大雷？不是班长，不是啊，听我说，班长，张能亮是个优秀的炮手，但是班长你也是个特别优秀的炮手，而且我们三个又都是新兵，我肯定是更想跟你在一辆车，这个拳头车嘛，班长。最好是你要，你又想跟你一个车坐。哎，不对，变味儿了。你看你们俩都夸人家，然后好像还不……我是让你们都给绕糊涂了。这样吧，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说的也有点仓促了，大家没什么心理准备啊。下来好好想一想，三个专业，看看大家有什么互补啊，哎。咱们今天这个分车组的事先讨论到这儿。我跟你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啊，实战打靶，注意啊！首先要强调的是安全啊，连里的指导员反复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啊。下周二早饭后，车场集合，出车开往靶场。到达靶场以后，有老兵领着你们领回自己的弹药箱。那国军儿，那个赵帅、陈建，哎，你们作为老兵，一定要把这个弹药箱的安全问题检查好，别有隐患。你可以呀，王小芳，都藏到这儿了，你出不出来啊？行，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啊，今晚你就睡这儿。班长，
疯的，你这鬼哟！人家耗子似的往外爬，至于吗你？说说吧。哎呦，班长，你不要让我跟张玲玲一个车组了嘛！说说你的心里话，为什么？这还说什么心里话了？那梁山说的多清楚了，就是不相信张玲玲能听他的呗，到时候还要靠你指挥。哎，你不能因为我是炮长就忽视他呀。这个原因有了，但主要原因还是张玲玲的性格问题。那生活中怎么搞都可以啊，但这个作训我们谁都不想马虎。这车组定下来就不变了，你这个车不能乱来。班长，嗯，我想好了啊，除了你，我就选乱成功。站住！你是来偷东西的呀？跑什么呀？跑了吗？你刚才是站这儿吗？我就挪了两步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你紧张什么呀？头一次来超市啊？这种东西跟你说少吃点，甜不拉几的。哎，班长送你一箱牛奶。班长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？你哪儿错了？我哪儿错了？啊？我错了。但是班长，我一定是有问题的，不然不能让你破费这么多去给我买一箱牛奶。别给我假模假式的啊！拿着，一会儿班长去结账。我提溜谁？不用。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就是咱们班里这个分组的事儿，你怎么想啊？你说的是张能量的事儿啊？你跟他一个组有问题吗？表个态。我肯定不愿意跟他一组。为什么？就大伙儿不愿意跟他一个车组啊，那肯定太正常了。他那个人好的时候绝对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但是他不好的时候，倔起来的时候吧，那谁也不愿意搭理他。这如果上了作战训练场啊，那肯定要出问题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有啊。你看上回炮长考核他完事儿，完他说我紧张，我这么勇敢，我心理素质这么好，我怕吗？我怕过谁呀？对不？就你这个心理素质还好，一箱牛奶给你吓成这样。行了，这箱奶你拿着，回去你再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。不是班长，我有钱，我能买两箱，我给你一箱，我肯定不跟他一车组。我先去买两箱，玩给你一箱，班长。班长，你岂能跑啊？我说班长啊，还是被你抓到，还是跑不过你这个大长腿啊。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不是，那我不天天都是这样吗？嘻嘻哈哈，挺开心的，想想的人。行了。我跟你说一个更高兴的事儿，还有更高兴的事。分车组，这小脸变得挺快啊。那个，啊，你对分车组的事儿有什么想法？分车组肯定想和班长一个车组啊。啊。哎呀，你跟我一个车组可能不太合适。你是车长，我是炮长，你好意思给我下命令吗？这怎么不好意思呀，班长？那是自从我选择车长这个专业，我就知道车长就是要统领全车，是吧？指挥炮长，这你一定要放心啊。是，你这背的倒挺熟的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但真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真好意思给我下命令吗？
你给我下个命令，我看看。下一个，我看看。你说你努力，是吧？我努力。你看，不是你不好意思下命令，这两码事。不是班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次成绩没考好，对我有什么想法？班长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和我一个车组，那要不让我和拉强东一个车组也行。虽然我们两个成绩都不是最优秀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吊着干，肯定会打出一个好的成绩。班长，这个你要相信我呀。你说呢，班长？只要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心酸。那行啊，你说呢，班长？回去吧。班长，那你是同意了啊？谢谢班长，谢谢班长。掌声。李大雷不错，啊，你没跑。对，遇到什么事儿不能躲，得解决。现在这个事儿绕来绕去，必须我来解决，我来做个决断。我希望你能支持我，表个态。班长，我以为你能给我送点啥。我送你100个俯卧撑，你做不做？表个态。你老看他们干什么呀？别看了，表态。你说张能量的事吗？对。班长，你看啊，你跟张能量都是炮长，这怎么安排啊？这是我当车长行不行？啊，那就是说你是车长，张能量是炮长，我是驾驶员，这有问题吗？我车架炮三重合一，我一上手很快就能熟悉。我一个老兵带你们两个新兵，多合理啊！我知道你对张能量用心良苦，那你看啊。他哪儿都好，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。我觉得应该让他施展，这样他的毛病能改一改。说完没有？说完了。哎，服从命令。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行，班长，我服从。我们三个人，一车。哎。大雷不错，以后咱们三个人，啊，常相守。好。我怎么笑不出来？刚才在宿舍里。把这个车组的分配情况啊，跟大家都说了，我安排的。嗯，有意见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班长英明英明，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潘安，你这个分配是真的是合理，挺好的。嗯。大雷，你肯定没意见吧？没意见啊，我觉得能跟你那个张能量一辆车，我觉得特别好。
急着练啊？练完了。你找我有事？嗯。我是代理一排长，咱们班有任何问题，我都有责任。现在就有问题啊，不团结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团结。好吗？嗯。这还叫团结？分车的时候都不愿意跟你一个车啊，我挨个找着谈话去，还团结？一个人打不了仗，你们是战友，战友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成就啊。你好好想想，自从你说要分车的那一天开始，我是不是一句话都没说？不跟我一辆车的也是他们，跟我一辆车的也是他们。不说话也不对呀，我懒得跟他们说。那不行啊，战友之间要互相多交流啊，多沟通。啊，每个人都有问题，你也有啊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后天啊，实弹打靶，对你们每一个新兵来讲意义重大。嗯，对他们意义重大，我无所谓。加油！最后那一炮打得不错。没问题。好，射击指挥部，932号车一切正常，全速行进中。射击指挥部，977号车一切正常，全速行进中。各班委注意，3分钟后实弹打靶开始。各位置注意，接通电路汇报情况。1号未正常，3号未正常，4号未正常，5号未正常，2号位置了。为什么不亮啊？2号位置汇报情况。梁峰，怎么回事？马上排上。亮了，快，兄弟，好。全车注意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射击区域。明白，减速。炸雷收油。炸雷，你干什么呢？射击指挥部，965车已进入射击位置。开始。炸雷，车速保持住，注意风向。明白。霰弹弹一枚，敌目标歼灭。
住啊，急什么？前方，啊！慢速。前面，停止射击。